最近心情舒畅，所以微微发胖。就是刘墉和珅挺闹心，俩人经常干仗。这个和珅又太笨，回回输给刘墉，可是我呢又向着和珅。说到这儿，恐怕您就听出来了吧，我是谁呀？对喽，是乾隆爷。我把和珅找来，我提前告诉他几道题，让他回家想去，想必呢他能答复上来，这么着我好重赏于他。就这主意啊，我说小谷子，小谷子，嘿，叫你呢。叫谁呢？叫你。你叫我什么呀？小谷子。我叫什么呀？你是太监。我谷宗汉就小谷子。我这会儿改太监了。太监了啊。小谷子。哎，这有有不行？扎扎呀。啊，对对对，小谷子、扎。宣和珅上殿。哦，圣上有旨，宣和珅上殿呐！这还真不错啊，这孩子有点遗传性啊。谁家家出这个呀？奴子和珅叩见皇上。坐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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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皇上。哎、和珅呐，啊，长点心。你瞧刘墉、啊，你比人哪儿？上回我过生日，一瞅刘墉送的礼物。送那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几块烂姜啊，一个木桶。有说辞啊，那叫江山一统。你说没有文化多可怕，你送我一大珠子倒是挺值钱的，你说那有嘛用？您不是73吗？我给您冲冲。我还在坎上。哈哈，你说你现在除了有钱你还有嘛？任性。我这夸你呢。谢皇上，没羞没臊，干脆啊，这么着，我给你出几道题，记住了啊，回家想去。哦，想明白了，明天在金殿上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我要问你，必须答复上来。哦，答复不上来，留神你的脑袋。是是是，听着啊。哎，朕我问你，什么高，什么低，什么东，什么西？什么肥，什么瘦，什么薄，什么厚？是，写个条吧。就这几句话还记不住？这记得住，记得住。你说干嘛行？你说这，嗨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，您瞅把皇上撑的，出什么题？这我哪知道去？我估计没人知道。哎，也别说。没准刘墉知道，他也不能告诉我呀。哎，我有办法了。刘墉您不了解，刘墉这人他爱财。这是我瞎说。哦，我和珅爱财，他刘墉不爱财。您是不知道，刘墉家里穷没钱，他跟我他不一样，他不贪。你要随便送他点什么他都当好东西。正好我一会儿我给他买点他喜欢那个吃的喝的，我给他送去。我一问他，他一告诉我，明儿我不就领赏了吗？对吧？就这么办了。我估计这点啊，他在他那菜园子正捧地呢。你看，说着说着，到了。稀客呀啊，刘中堂何大人，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看这意思，您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。我这不给您拜年来了吗？我招你了。我你啊，行行得了，给您找一针您落下吧。嗯，我是个鸟是怎么的？我这过来看看您。好长时间没见了。哦，给您买点东西。什么呀？烧黄二酒。哦，烧羊肉。
他知道我得意这口，您爱吃这个对吧？是是是。另外就是咱俩吃点喝点哦哦，跟您探讨探讨这个文学方面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文学呀？你跟我探讨文学？啊，没喝你就多了。这没喝就多了，你那个智商，这满朝文武谁不知道？您那 IQ 都围殴了都啊？什么叫围殴了？你那个复杂的表情也掩饰不了你那朴素的智商啊！我有文化呢。你有什么文化？那和珅的珅你都不会写呀？谁说不会写？不就身体那珅吗？你说这个刘墉的墉你会写吗？废话，那是拥护的拥。这俩没文化的，不是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真有事儿啊，文学方面的。哦，他是这个万圣节那天，哦，我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，那是圣诞老人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给你送袜子了，送袜子干嘛？找你干嘛呀？他给我出了这么几道题，哦，我想我答不上来，我估计你也费劲。什么？你也答不上来？可能吗？啊，就这个何朝文武最有学问、最有才华、最有才干的人就是我呀！你看我这个个头，看我这个形象，您还不知道吗？啊，我这就是智慧与美貌的结合，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呢。什么叫高大威猛、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？这就是我呀！你听听这掌声。喝的人，你问着了。你没喝，您就多。我告诉，啊，我告诉你题、啊。什么题呀、啊？它是，什么高，什么低，什么东，什么西，什么肥，什么瘦，什么薄，什么厚。我估计你答不上来。这都不知道，啊？答案就在我这菜园子里。我说我答不上来呢，我没菜园子呀，都在菜园子里吗？都跟这儿了呀。哎呦，那我得问问您呐。啊，这个什么高？您看那儿，黄瓜高。为什么？那黄瓜不在架上的吗？黄瓜高。哦，什么低？茄子低。茄子。老跟那儿趴着，茄子低，太厉害，种菜种出正确答案了。什么冬？冬瓜冬。冒昧的问一句，是不是西瓜西？正确。哦，你瞧瞧，长学问了你。什么肥？什么瘦？您给我买的吗？啊、羊尾巴油肥。羊腱子肉瘦啊，什么薄什么厚？耍钱薄，喝酒厚。你看，多简单呐！您慢慢喝吧。啊，我走了，我走。哎，你别，这就有正确答案了。黄瓜高，茄子低，冬瓜冬。不成了，我得回去睡会儿，我得。嗯，哎呀，也不知道这和珅行不行。小谷子，我说你这回怎么答应的这么快啊？我一直留着您那神呢。好，就冲你答应这么快，哎，我封你一答应。哎，我是男的，我是女的呀？我不管啊。上朝。皇上有旨，上堂啊！哎呀，这孩子这嗓子不当太监都糟践了。嗯，奴才和珅刘墉参见皇上。好好好好好。这个前些日子啊，就在这个万圣节那天晚上，有个圣诞老人给我托梦。这词儿怎么那么熟呢？梦里边白胡子老头问了我这么几道题。说是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什么薄什么厚，哎呀，朕我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样，众位爱卿哪一位与朕我分忧
作揖解答呢？我来，能答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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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行。好，我好，好，好，你看看，和珅多机灵，就是这么才思敏捷。谢皇上，上这边去，上这边。啊，刘爱卿，臣在。稍安勿躁啊，稍安勿躁。好，好。啊，和珅，皇上，朕我问你，什么糕啊？黄瓜糕。什么糕？黄瓜糕。那什么地呀、啊、茄子地。什么冬？冬瓜冬。那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是不是西瓜西呀、啊、这俩一师傅教出来的，听了和尚圣明，剩下你自己说吧。这羊尾巴油肥，羊腱子肉瘦，耍钱薄，喝酒厚的。全糟践了。不是什么玩意儿，这是、啊、这题你会答不会啊？臣能作答。你说说。我主万岁，您坐金銮宝殿之上，这君在高。君在高，你说的什么？黄瓜高。我主万岁，这君在高，臣在低、嗯、文在东，武在西，春雨肥是盐霜瘦，这人情薄皇恩厚。罢了，亏了我朝里边还有明白人。人告诉皇上高，你告诉黄瓜高，拿我比黄瓜，和珅的和珅，你呀无药可救了，你气死我了。我那也是他教我的。你给我过来，全把皇上气的，你是我气的吗？他这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我怎么了？我你怎么跟我说的？怎么说的？你说君在高啊？你告诉我黄瓜高啊？我拿皇上比黄瓜啊？他能高兴吗？他怎么着？你说臣在低、嗯，我说茄子低，我把满朝文武比作茄子，嗯，大伙儿能不恨我吗？你怎么回事？这怨谁？这怨谁？这怨谁？你说了，你说是万岁爷了吗？你说圣诞节出一白胡子老头，我再说你跟哪儿问的我？你在我们家菜园子，你把我灌醉了，弄堆茄子土豆，那你怨谁？你真是。那我现在他生气，我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何大人洗心革面，不时为国家栋梁之才。打今儿起，你还要大贪特贪。我送你四个大字：一本万利，早晚枪毙。哎，我呀。